你不是要走吗？怎么了？又怎样？我懒得陪你演戏。安辰，对不起，祸是我闯的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姐，您辛苦，先喝杯。这是冷水，拿走。对不起，姐。子凡小姐，我能跟您聊一聊吗？没看见我在忙吗？没空。是关于安辰的。子凡小姐，我求求你帮一帮谢恩辰。这种事情我也没办法。我求求你，只有你能帮他，你肯定有办法的。这件事情全错在我，跟他无关的。毕竟涉及巨额违约金，还有阴阳合同，我没办法。合同是我签的，跟恩辰无关。你一直都爱着他，不是吗？你知道娱乐圈最不缺什么吗？男人，尤其是帅气的男人。帮你我有什么好处？只要你帮他，我发誓我再也不跟他来往了，求求你好不好？求求你，只要你愿意帮他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帮他可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一点法律，你必须离开他。合同里的条例是违背犯法的。这又不是过家家闹着玩，这官司我打不了，抱歉。我要出国了，小荔枝再见。小胖子，谁准你在这玩了啊？疼！小胖子，小胖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大人欺负小孩，不要脸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星辰开始是不想面对自己被出轨的失败感情，可是我却遇上了你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小橙子，只是我太平庸了，所以我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跟你站在一起，让大家觉得我张朵朵也不差。可是我太着急了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害了你的人。邢总，朵朵她把东西都收走了。她要走就让她走。哎呀，恩辰，你别生气嘛，陪陪人家嘛。那个什么朵就是瘟神，走了就走了呗，开心点啊。哎呀，开心点儿。我们明天去骑马好不好？干杯。恩辰，你说句话嘛，人家可是专门来陪你的。我去工作了。我去帮你，等着啊。也许他走了对他是好的。不是收拾东西走了吗？我走了。抓到了，太厉害了。喜欢吗？走吧。嗯。这不是你的东西。你不是要走吗？怎么了？又怎样？我懒得陪你演戏，骗了我这么久，真当我是傻子吗？我这么好骗吗？立刻，马上，带着你的东西滚出我的房子。拜拜。来，
完马，我们去看音乐剧好不好呀？嗯，一定去。还有后天人家的演出，你一定要来啊！你喜欢什么礼物？我送你。想想告诉你啊。多多，多多，你怎么了？多多，别难过，来，别哭。我好难过，我的心好痛。我们走，有我呢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我感觉就要窒息了。我找他算账去。不要，不要去。别哭了，不值得这么为他。这一切都是我要承受的代价。